已经送到他那儿都已经有40分钟了，他已经喝了一半才出来蜘蛛，监控各种的已经还找当事人，这些都看过都没有问题的，已经找市场监督管理局那边已经处理了，有赔偿，也不叫赔偿，我那天就是在那个市场监管所老师那儿也当着面也一起说了的，既然已经发生了这种事，大家当做一个像我请他们喝个口茶的那种意思，就给了100块钱，不是说我们这边赔偿，因为我们自己没责任，我短信上面威那种看着像威胁吗？我理解的就是双方达成一致，不要再相互影响，如果是相互影响的话，那人急起来都会说一些极端的话。